台虎号潜舰缓缓驶进港内，尽管是海军最先进潜舰，却也是服役将近40载的高龄潜舰，但首艘自制潜舰海鲲号历时7年，将于28日下水，将使用洛克希德马丁的作战系统，并携带美国制造的 NK48 型鱼雷，足以显见美国角色。我们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有许多的项目是我们不会做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制造潜舰的经验，我们必须对外寻求技术的协助，而这些协助又牵涉到全世界能够造潜舰的国家屈指可数。潜舰国造步步艰辛，未来战备部署由日本防守北边宫古海峡，台湾潜舰将捍卫南边巴士海峡，重点是将共军限制在第一岛链，不让共军出太平洋，进而包围台湾。北边的第一岛链内的水都很浅，所以潜舰要潜航穿越是不太容易的，所以它上次也就是因为浮航，所以说每次经过一定会被侦测到，一进入巴士海峡就是500公尺。这也是目前中共解放军的潜舰唯一要进入巴士海峡的好的地方。毕竟国造潜舰目的不是攻击，而是防卫台海。潜舰小组总召黄曙光接受媒体采访时更喊出，2027年要达成4艘国造潜舰，只是相关预算还没编列。就下一届的大选，万一民进党选输了，那国民党会不会按照他这样的计划去做？那所以这个就变成政治问题，所以他想要急着把这个钱先拿到。前线的工作推动啊，都按照节点在管制的。他的工作，他既然能够这样讲的话，代表他很有把握的。我们也乐见其成嘛。国防部长邱国正正面看待潜舰研发，不止吓阻共军，也大大振奋国军士气。镜新闻综报道，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